好，咱们接着，还存吗？不存了，就这样吧。还是存一下。那存一下，干嘛不存？Take a look. 之前哦，原来地图是这样，好大，地图好大。这是村嘛？这就是村嘛？这是咱们的目的地。进去给它切了去。哎。过分啊！抹子弹里怎么办呀？合成一下吗？手枪子弹10发，霰弹4发，12。那也相当于是手枪20发等于霰弹枪4发。这地方真烦。还好我存了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多存档是有好处的。虽然你很阴，但是我比你更阴，我直接独挡。刚才其实反应快点，还是能插到他的。跟我玩暗杀，我们 MGS 玩家无所畏惧。哎，这个还把捕兽夹给触发了。来了一个阿姨，把这个阿姨也给杀了。哎呦他妈，谁把我老公杀了？小心，这儿有捕兽夹。别过去！捕兽夹会加他们的人吗？不会。这儿有一个，是这儿吗？限定版宝藏，氪金宝藏，是这儿吗？对啊，有一个扩展宝藏。哪儿呢？哦，我好像看到了，怎么都放在这种小笼子里？哇哦，亚历山大石，第一次拿到方块宝石。
差点漏了。我物资大，这怎么合上卡？闲钱。野蓝宝石。啊，这是个补给很多的地方。合成，大怎么合成？冲锋枪弹药，呜呼，步枪弹药，哦，十个加一个大是吗？等于三发，我操，真惨！三发霰弹，三发步枪，步枪三发好像还是霰弹枪三发更划算一点，是不是？大的这个占三格。弹药、手榴弹、金弩箭。哎，那我之前那个商人那儿，他不是有一个配方来着？我虽然弩枪是没买，但是我觉得配方是不是可以买？大哥，我又来了。6000。把这个买了。Knowledge is power，就是。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,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. 嗯。A well-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, friend. 3.2，我操，喷子威力比那个狙大呀！狙的威力是不是稍微低了点？Will that be all the combat? Any? 看看合成有没有多点儿，好像没有哎，十个加一个，哦，它多了一个弩箭，弩箭三发，这是啥小刀？这个需要一种我没拿到过的小刀，匕首，一个是菜刀，菜刀是四发弩箭，这个是，哦。那早知道，早知道那些用了一半快坏掉的小刀直接合成弩箭不是更好吗？弱点三倍不就是爆头吗？就是爆头必死的意思呗，是吧？那好像没有区别，这个买不买都无所谓，只是说会合成弩箭，可以合成弩箭而已。那你告诉我啥了？就是。弩箭三加，乘三加是什么意思？随机是吧？三发以上呗？还是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用坏的小刀吗？等一下，我这把是蛮耐久的，是吧？那到时候我们用一下，到时候再看看是不是。照理说，这个这是另外一种刀吧？好的做的多，坏的少，这样的，坏的就做一发，啊，那也合理。那这个配方它只是用来合弩箭，还合不了别的东西。其实买不买无所谓了。早上好。这是新场景，感觉还存了一下档。那个不打了，150块钱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可以捡的某种东西。打哪个乌鸦好？发条身，是不是说明有一个收藏品？发条人偶，毁掉那些发条人偶，不知道是谁说的，哪儿呢？啊，这儿，是一共16个是吗？用弩打就可以两个巫山都射死哦，哦，懂了，弩就是干这个是吗？暗杀以及乌鸦。我操！妈的！电锯，有电锯吗？哎呦！电锯来了，电锯来了！快跑，快跑！听到声音了。好，电锯没了，电锯没了。我还是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来来来。让商人跟他打，哎，走了。李阳说：“切，你不来你怎么来？”我操，还是得打呀！好危险！怎么打不中呢？我操，真不容易！前面空了好几枪，致命空枪。弹尽粮绝，突然之间，刚才还很富裕来着，该喝茶了，喝点儿，喝点儿。这个，怎么是6发？
是我看走眼了。为什么变多了？等一下，不对劲，为什么变多了？刚才不是三发？打死电锯以后，暂停，合成子弹会多一点，还有这种道理吗？我操，怎么变六发了？我去，中国人。是六发吗？我怎么记得12颗小的弹药火药粉合出来是三发？怎么现在变六发了？步枪子弹刚才，难道我记错了？动态掉落的关系，不是吧？这种东西还有动态掉落的，狙已经没子弹了，嘿嘿嘿。刚才人掉了一个多少钱来着？都没看。有动态掉落是动态掉落，那不一样，那两码事儿。动态掉落是动态掉落。这动态合成了变成，这动态掉落是掉落嘛？这个只是合成，合成应该没区别，合成怎么会也会不一样？哎，这还有个宝啊，啥宝啊？啥宝来着？我操，看见了！哎，我想捡个宝。枪法真烂！哎，火药来了，火药可以合一发大的了，是吗？这个规则是啥来着？啊，四异色是吧？四异色是160，四同色是1.7，那肯定还是四异色更方便一点吧？四同色这也太难了。要两颗红的方块和两颗红的圆圈，才能合出四同色。四异色在，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合出来了。这个红蓝绿紫是吧？红蓝绿紫就是四异色。绿紫，然后这个是三同色。这个刚才说一个宝藏来着，这个。我操，是个蓝宝石，可以。子弹又没了，这也太难了吧？啊，怎么打着打着子弹老没？我操！哦，我懂了。刚才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引他们过来，然后炸他一下，是不是？那个电，包括那个电锯也可以炸。哎呀，亏了亏了，亏了一个亿。这是新场景啊，是没见过的。这屋子能进吗？Of course, of course 不能进去。操，这谁触发了这个架子呀？怎么把架子都踩了？这个怎么不踩一下？踩一下，踩一下。架子他们反正也不架他们自己人，真是垃圾。200块钱，这个好像没东西了。这个井盖，我操！我刚才是不是差点踩到一个夹子？
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让你跟电锯周旋的，然后你周旋的时候就老是踩夹子，还好我机智的把它拉回去了，要不然的话在这儿打，你用一个炸药线以为自己很机智，结果进来全是夹子，是不是？还是说这个电锯其实可以暗杀一下？刚才我是不小心踩了那个啥，刚才我是不小心那个打了一个那个马桶上，不对，粪坑上的这个。哦，shit！我觉得这个房间不太对劲，是不是村长要来了？我猜那个门是过不去的，那个铁门是过不去的，你只能进这个房间来，然后见一下村长。啊，果然。我操！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他裤子还没脱呢，就那啥。这个厕所藏人好像也是原版有的，里面有个大爷，不过这次是个马桶，之前是个小便斗。只有一个小便斗的厕所，让人很难这个啥，呵呵，只能解决一项需求，这有点对。哟，旋转，说啥呢？村民一家合照，无论血肉，终融于一体，应当感恩欢喜。我记得这个底下那个玻璃柜里头还有个燃烧弹呢，这个应该可解掉。啊，行，万一小钥匙能开哪个门呢？Old photos。是个喜欢集邮的家伙。应该上二楼才会触发吧，一楼应该还是安全的。Oh shit！那么大一个破片手雷，这家伙，先放这儿吧，没别的地方放。那么大一个，以前是个燃烧弹嘛，现在改成手雷了，那。可能已经没有燃烧弹这种东西了。我操，1000块钱！解谜。学徒下午、中午好。还能上厕所？你怎么知道他在上厕所？他裤子都没脱。大图来，大图什么东西？学徒，你通关了，好玩吗？这个？这次有没有提前特供版啊？妈，主播特供版，过分了！哎，这还有东西，就已经有人通关了，那很正常吧？哎，这个蛋是不是也是原版有的？这2天就可以通关了吧？24小时就可以通关。对啊，这个我觉得应该。不是很稀奇的事儿，这让我有点难受。晚上7点才拿到，啊，那不就是新西兰人吗？标准新西兰人，笑而不语，笑而不语。啊，一楼应该没东西了，这个宝藏它也不显示那种宝藏，它这儿有一个不知道是啥，转盘锁，应该是二楼，
哇哦，这么大方，红草，村长家好东西真多哎。光明神教，有个字儿不认识，朱什么？朱棣吗？嗯。还没通，但是游戏挺好玩，难度比以前大得多，是吗？手柄那边已经去基地了吧，军事基地。嗯，看谁干了，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就是看谁更干。小钥匙不能用吧？这个不是用来干这个的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谜题的那个谜底啊。农妇是谷物，然后是猪，然后是小孩儿，啊。瘦弱的人是猪，还有个啥玩意儿是呢？来都来了，存一下。那个字儿念"智"，这样的我也不认识，没文化真可怕，一天。把硬核打完了，小佐真干，小佐跟火烧两个人估计是也不上班也不干嘛，就窝在那儿打生化，然后可呵呵外卖是吧？嗯，懂的都懂。嗯，第一个是谷物，第二个是牛，不是猪嘛？啊，猪啊，第三个是小孩儿，OK，12个小时，那么快，那还挺快的。水晶球，灰烬之门，灰烬之门应该，操，什么东西？是那个厕所大爷吗？他吓你一下。厕所大爷炸个尸，这个水晶球是干嘛的？检查一下，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气泡。哦，他应该把它转成某个角度就可以塞进去了。夜猫子不一定啊，刘邦的戚夫人最后被吕雉斩成人空格了。吕雉是谁？刘邦我好像认识，吕雉我不认识。以前古代人都是野蛮人，是不是？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手脚打断之类的，然后就在那猪圈里头吃吃吃，挣扎爬起来擦屁股，嗯，哎，是这个，很实用。你妈，这等一下，这个，哦，好像有点明目，有点眉目了，啊，是这样的吗？不太对，再转。差不多得了，走，嗯，都没露过脸，没必要吧？你们是看直播还是看脸来？麦子哭了，牛也瘦了。萨德勒教主30个人饿死了，要宰5头牛，为什么30个人饿死了不应该吃人吗？为什么要吃牛？又选出了6个，抓阄，萨德勒教主今天8个，今天4个，今天11个。麋鹿登山客，今天不用抓阄了，今天有那新鲜的了。让后在东东转一圈，我品了半天，啊，看了有什么好看的？又不是女主播，赛德勒，我操！里昂一看赛德勒，掏出了枪，本能。
先开哪个房间的东西？这个衣柜先开还是这个先开？啊，先调查这个东西吧。Oh shit！不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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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一拉完肯定要出事儿。那东西捡了，东西捡了。早宰牛会饿死人，对呀，就是，死人都死了还宰牛干什么？人都死了不就有东西吃了吗？哎，日本神牛都是，哎我等一下，no no，别浪费子弹了。这里好像王阿姨会救你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东西，哎，王阿姨的这个特工服不太对。哎，他怎么没飞出去？他不应该飞出去了。李宁踹开线，哦，你想起来了？没有破窗而出，是。本章完蛋，我东西没捡呀，不是那个大橱里头是还有什么东西吗？章节沉寂，死亡次数零，靠那啥，靠那不断 retry，文明多了。不保存了吗？还保存吗？这不是有就是有打字机吗？旁边就是打字机。哎，东西还可以拿。穿裤子没劲。那套旗袍应该要卖钱。有可能是收费 DLC Separate Way，也可能是收费的衣服 DLC，希望是 Separate Way。查看文件，什么文件？路易塞拉，哦，28岁，男，大学，名单，没有找到记录，保护伞公司研究员，完全失去了行踪。哎，佣兵的衣服也有可能。地图已更新，前往教堂。这个村长家的床好像，我觉得他睡不下吧，这有点短，这有点短，这拉下会怎样？哦，有一个密道啊！哎，哎，你这过分了。给看，不给拿。村长睡地板，村长他不睡觉，村长一村之长能睡觉吗？那可是总书记，忙着呢。嗯，贝克有点像，比贝克有钱多了，好吗？至少他不吃垃圾。哎，存这儿，不打一下那个画，为什么打一下那个画？那个画里有东西，该走了吧？不会又给我刷人吧？哎，为什么有个宝？这个怎么样才能？哦，那应该是这个顶上有一个宝贝，但是需要那啥啊，折叠梯上去是个宝，还有个地下室。等一下，这是一层，那底下还有一层。我去，你这房间还挺牛逼，什么时候地下室了？还是说
我误解了。这个下层是整个村的下一层，不是每一个房间都有的啊。猎人小屋有下层，猎人小屋是哦，我知道一开始那地方，村庄没有下层，然后这个湖畔聚落是有，是整体比那个低一点是吧？懂一点。藏宝图换了吗？换了呀，还买了 DLC 的藏宝图呢。氪金那个啥，嗯，断开连接，那你，嗯，喂喂喂，听到吗？录像是没有断。我操，怎么还有狗？好了，又可以了。我好像把这儿的夹子全都那啥了吧，他怎么还会踩到呢？直播间是不会没的，他近一分钟。Take care of yourself, buddy. General Secretary。用这个，那我现在有了这个，是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去了？啊，果然，这应该是狼。再回村庄，那就是晚上了。我感觉有一点方了。高能用户刷新了，这那就别送了呗。今天好早，还行吧，因为下午不播了，所以早点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哎，怎么又不是晚上了？是又是早上了是吗？直接在村长家过夜了，怎么回事？粉丝团灯牌别送了，大哥别送了。悄悄的进村，这次还有值得搜刮的东西吗？就是高墙空洞是要垫一下才能进去的。这里面有俩宝藏，然后这有个上锁抽屉，是可以用小钥匙开的，其他应该没了吧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是井道吗？我想一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没去过地方啊、哦，就是直接去这个地方。懂了，这是啥？神龛，神龛应该还开不了，农场的神龛应该还开不了。
这个乌鸦它会不会是引诱我？这个打掉了，我能不能捡到它是个问题。我想捡不到它，掉的东西。白狼，杰洛特吗？这边堵上了，给。Holy shit！哎，没看见这次。Holy shit！狗是狗，狗一定要上喷子。这是抛尸的地方吗？怎么有好多血？我好多钱钱！这地方上去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突然有点迷路了。从这头上去应该是，某个屋子后面。啊，这边是一个像柱子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这边上去是狗子。狗子用打吗？狗子掉的，等会儿打了不给我点，是给我200块钱，那有点稍微，是吧？这个地方上去。悄悄地过去，哎，是谁演的？倒耐久，没事儿的。哎，我都有点不太确定我在哪儿了，好像是捡手榴弹那个地方。你别说，村民还挺多。呼！这个我都过不去，还是把它拆了吧。这个我都过不去。这个就是你慌不择路的时候，冲进来，然后被炸个正着，卡表啊，猥琐啊。真猥琐，这个门怎么了？这出不去吗？我要去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上锁抽屉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个地方它过不来了，所以说，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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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这个
钟楼倒了以后你去不了这个地方，你就只能从井道里头走，这样你这个井道就不会错过了。大概这个意思吧，是吧？啊，你看这儿也挡，全都堵死了。但这个上锁的抽屉好想去一下，有没有地方可以恰巧啊能打到这个狗？好像还有别人，是不是？换喷子了得。爽，还有，狗还有，还行，耐久不高，跟耐久是什么鬼？有没有那个乔尔的聆听者模式？操，里面有爆炸药线，这怎么办？这边有一个锁什么，给它打掉呗。豪华版不是豪华版，是一部分豪华的版。这是不是能打到他呀？还是说进去把他刀了他？没看清什么原因，什么原因？学徒在说啥呢？是低配豪华版，就是比普通版稍微豪华一点点，但又没有豪华版那么豪华。好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进去啊！这个阿姨怎么办？打他一枪，让他自己出来，然后炸了他，是这样吗？哎操！我去！啊，突然被关是吗？啊，大家懂，由于大家都明白了一些原因，所以被制裁了。应该是系统自动识别，他没有那个管理员，还每天看着，对，被封了一分钟。Bullshit！ 那这个炸药线怎么回事？微弱的蜂鸣声，哦，在二楼。等一会儿，让我蹭一下。好，周炳同学下线了，终于要吃饭了嘛。我也快了，一会儿九老师回来就吃饭，吃完饭下午出去。我估计能玩到那个开这个地方的这个教堂的门，然后就滚蛋。马拉松刚结束，哈哈，手柄是不是柄早不在？我看他很嚣张啊，啊，像话吗这样？哎，这个乌鸦白打了，妈的，东西掉了都捡不到。为什么在家里楼下放炸弹？谁知道呢？你问我吗？你觉得我知道啊？
哟，这里头已经来过了。哦，这个地方是，懂了，这个地方是来这儿的。但这个地方是不是还，啊，开是开了，但是没有必要再去了，是吧？再看一下，再去一间房间，这也是空的。刚才忘记拿小钥匙了，是吧？不对，忘记用小钥匙了。被冰藻活捉，那不至于。这已经过不来了，是吗？只能从这边翻出来了。这边有个蓝宝石，之前已经捡掉了。嗯，搜刮的干净一点。哎，这个二楼是你只能从这儿进来的，好像。你不能从别的地方进来。这个地形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，我又忘记小钥匙，小钥匙在哪儿？不是这间屋子，是这间屋子。原来如此。我一直以为是刚才那间屋子。牛棚那儿有个地洞，我知道。这可是生化四，这啥？卖钱的吧？但是应该上面是不是8000？仅供出售，那看来是不能组合了，是吗？选一下，能组合的话，他会告诉你能组合。只能检查，检查会怎样？能组合有孔吗？原版深思的热度，我觉得当时有点像《塞尔达：旷野之息》。都被吹上天了，但是现在的话，应该没有这么多人研究游戏了。以前《生化4》被玩了很多很多很多遍，现在没有这样的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小刀新系统，应该看大佬打，非常赏心悦目，全都是格挡，完美格挡加体术，但是小刀的耐久。后面通关以后，我记得有一个无限耐久的小刀，有点牛逼。对，不过我自己没有玩很多遍，差不多得了的那种心态。村子里有一个右手，村子里有好多右手，怎么只有一个？你的魔改版不够魔。村子里应该有很多瞎子右手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神闪避，我去，这怎么不是给蛋吗？除去毒线后可以食用，恢复生命啊？这 snake 这不对劲啊！这那这种高台上的箱子还是用刀比较好，是吗？万一出来个蛇，我能马上再刀它一下，要不然有点反应不过来。这个蛇是任务是吗？这一代是蟒蛇，啊，是任务，这样多些提醒，我差点吃掉了。我操，这个地方怎么冒烟了？这屋怎么回事？怎么冒烟了？搞得我有点慌。这种东西舞台上应该是干冰吧？这个画我记得原版，在教堂里面调查那个画后面有钱来着。这个村庄应该没有钱吧？怎么没有存档点？光明教，这都是废话，不想看。就这，有好多头。哇哦，发了，也不是很发，就三发。那我觉得我快到了，抬头棚顶有珠宝啊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Shit，真的有，还真的有。亚南村，
子心时，温馨的馨。我操！我操！吓死我！我以为有人啊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弓弩枪会给你完全不同的体验，射出去可以回收再利用，拥有永久持续的火力。别忘了买弩箭，用多余的小刀，这样就不怕没弹药。弩箭雷，就可以在武器上地雷枪，就是一个手雷呗。三代的阉割并没有见到路德维希的脑袋，路德维希太远了，我打到神父。村道口和村长打架的村道，村长打架是哪儿？是路易斯被关的那个房间吗？有红宝石，是前面吧？我要下播了。破片手雷，看一下这个。出了三条蝰蛇，三代内容本来就少，然后阉割了以后呢，不对，阉割了以后，重置了以后呢，阉割掉了这个那个叫什么钟楼，整个钟楼都没有了，然后感觉医院部分和下水道部分，还有这个母巢二，它因为可以重复利用素材，所以说它扩张了。总体流程差不太多，感觉。Welcome, got some rare 新品 things on sale, TMP 呀、stranger. TMP，Why 买不not 买？try your hand at a new gun, stranger? Might save you 合成火药闪，合成闪光弹，这个是有用的吧？我觉得，闪光弹是除虫的利器啊，先把这个买了。Information is a commodity. 他这儿特价优惠哦，限时促销啊，同志们！所以说上一张千万不要买这个弓弩枪，要买狙。这一张再买这个弓弩枪，它还有优惠。新品没有优惠，等优惠了再买，是吧？非常合理，这不是省下钱了吗？You'll get some bang for your buck, I guarantee. Not only will you need cash, but you'll need guts to buy that. 二代主要表里联动基本上没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二代的这个精髓，这个表里联动没了。可以，我的小刀全用完了，嘿嘿嘿嘿嘿。I'm sorry about that. 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,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. 新品没折扣，呵呵，有点尴尬了。2000多修理一下，我还有一把小小刀。A well-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. 1.2变成1.5，提升威力和爆炸范围，弹容量，装填速度，射速，不用改了。威力可能需要改一改，但是没钱了。出售这个出售，然后还有蝰蛇是吧？悬赏任务仍需出售三条蝰蛇，哎，来了，卖掉，这个也卖掉，这个也卖掉，还有啥？I knew you were a go-getter. 里昂原版那把无限耐久小刀在 DLC 不对，在通关奖励里头。I'll buy almost anything. 黄草三个 ，Punisher 三五个，现在有六个是吧？激光瞄准器。这个惩罚者那么牛逼吗？啊？还需要一个激光瞄准镜，大可不必吧？他也没多厉害，感觉。这个华贵项链要不要卖掉啊？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,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. Will that be all then?
惩罚者强呢，是吗？还可以的，他就是穿透嘛，是吧？我这个破片手雷有点毒了，现在充满自信的破片手雷。闪光手雷是五个火药粉加一个大是吗？闪光弹，然后弩箭是两发啊！我这把刀已经只能合成这个破刀已经只能合成两发了，满的耐久是四发，弩箭现在就只能合两发了，它快断了，因为牛蛙牛蛙，谢谢谢谢啊！这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呀，你这用到快断的时候再把它合成。还能赚两发，你满的耐久也就四发，这不赚吗？这赚翻了好吗？但是它需要消耗一个大的这个火药，大火药要不留着和这个步枪。修理光粉是啥？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弩枪也很少用到，不然格子很容易爆炸。说的也是，站两排，那么把它竖起来放是不是好一点？还是要不就放最下面。刀得修一下，刀等一下修，用完再修，不要浪费。狙的子弹它快没了，五枪弹道也不好。弩箭是100%回收吗？还是说有可能会回收？弩箭放这儿吧。只要能捡啊，只要能捡得到是吗？弩箭雷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能组合吗？弩箭雷好像没学到这个高端技艺。弩箭雷，好，我们存一下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儿。晚上有机会如果再播就播一下，没有就算了。就是雷枪，地雷枪呗。对，我知道是炸弹，它用什么东西合成的呀？不是手雷呀，是啥东西？火药粉吗？我还没学到这个弩箭雷的这个配方吧。啊，就是手雷啊。他现在不能组合。火药加物资。这个碎炉者好像可以省下不少子弹呀，但只有两发。把火药加小物资。